我讲故事了，因为要讲半夜场一定要讲故事。有一天老马跟他结婚，大学的时候两个人那时候还没有翻脸，老马不爽他结婚，两个人一起去那个卖咖喱包的店，卖咖喱包的店，结果一走进那个店，就以他很快的速度一粒两粒三粒包咖喱包放在袋子里面，然后他就走，跟他记得讲，他跟马黑说，你看，我姐厉害，人家看不到，我一片就过关，不要讲三十粒咖喱包，我没有办法拿。哇，老马很生气了，哇你，我看你一世人就是讲骗话，就是装人头猪。来，我带你进去，再去那个店，再见那个老板，我做给你看。哇，他接着讲，我不错，师傅教徒弟，我也要学两招。哇，马店就带他去光去到我这一个饕客那边，那个老板，老板过来，我表演魔术给你看。喂，老板说。马店跟他讲，你拿一粒咖喱包给我，老板就给他一粒，老马嘴巴就哦你吃掉，然后老板跟他再拿一粒来，吃两粒又给钱哦，又要第二粒，哦第二给，然后再要看看老马表演魔术，就拿一粒，又出来，然后老板又跟他讲再拿第三粒，哇老板讲你是不是来吃大碗饭的，吃两粒。老板讲你慢慢来，耐心等待，我要表演了，来来来，再拿第三粒咖喱包来，老板说的随便，反正都吃了两粒，也不差再给多一粒啊，对吧？不给他吃，哦，马弟哇一口啪吃下去，吃了三粒，然后那老板就问，哎，你讲你要表演 magic， 现在你表演什么 magic？ 老板讲，我跟你讲，你知道那咖喱包去哪里？我表演给你看，你去那边，就在口袋里面。你听得明白吗？听得明白太吵了。你要知道咖喱包去哪里，对不对？你就现在去那个口袋里面，一定有三粒咖喱包。然后把吃掉三粒，最后留三粒放在阿基哥的口袋，那个三粒是阿基自己偷的。我跟你讲，《孙子兵法》说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阿吉啊，张守江啊，李革敏啊，林思建、刘翔，我们都不是国政的人，我们不知道他们怎么错、怎么烂、怎么的。老马知道，老马知道，而且他教他们怎么知道。青出于蓝虽然更胜于蓝，但是烂船还有三分钉，老马还有四只脚。所以你可以不可以支持？这个时候，华人是聪明的民族，很实际的，对吗？我们要换政府是救国家。啊，我们就要上机，不当然就要想办法借东风，借力打力才有力，所以就借老马的力。